你有听过有钱人都用透明夹吗？透明夹是透明的皮夹吗？请问一下，你有听过有钱人都用透明夹吗？那是什么？请问一下，你有听过有钱人都用透明夹吗？啊，真的有钱人都用透明夹吗？那我也要用。请问使用透明夹理财法后为你带来什么改变？带来什么改变哦？就是我以前每天早上都会有一杯冰奶，但是我现在都戒掉，然后只喝自己泡的那个红茶，为了要省钱。我觉得改变还蛮大的，因为呢，我其实一直都有在记账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记账本。这是五月的，这是六月的，啊，是六月没错。其实我还蛮认真在记账的，可是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一边记账一边钱照花，所以呢，我完全都没有省到钱，我完全都没有省到钱，完全都没有省到钱。可是后来因为编了这本，有钱人都用透明夹，我就想说，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我应该来实行一下。结果我实行了之后，我发现效果还蛮大的，因为它每天都有一个限制的额度的金钱，所以我就开始变成说，我每天在花钱的时候呢，都会想到说，哦，今天还有多少钱可以花这样子，所以就变成我的每个月的那个，我除了一边还是持续记账之后，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花每个月花的钱一直往下降这样子。你瘦了2公斤，对。我执行到现在一个月，我瘦了2公斤，因为我戒掉了大冰奶。那如果有朋友聚餐的话，怎么办嘞？哦，我都会非常的明白跟朋友说，我一天只能花200块吃饭。那朋友都很神奇，朋友就会有两种反应，一种就是跟我说，那好，我配合你吃，你剩下多少扣打的钱。然后另外一个就说，啊，那这样子我请你吃啊，我就又赚了一笔，我又赚了一顿，对，这么好。戒掉了随手买那个饮料喝的习惯，比如我早上其实还没喝完，所以我出去吃饭又买了一杯，所以就会累积很多饮料，就是没办法消化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就是执行这个之后，就是有很明显就是戒掉这个乱买饮料的习惯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也开始会清我的那个冰箱，因为我以前很喜欢乱买东西，然后。买了之后放到冰箱里面就忘记它的存在，可是看了这个书之后，我就开始去挖一下看，冰箱里面还有哪些东西，我就把它拿出来，譬如说拿去煮东西啊等等之类，就是开始会把冰箱清空。那个蓝色的东西是什么啊？这个就是我每天会把那200块剩下的钱放进去这个零钱盒里面，然后每天就会看着它，然后就摇摇它，觉得哇，我这个月省了好多钱哦，很有成就感。对。